3 2 1。啊，开车，日常开车，老司机开车，开车。那个。今天又是雷诺，又是听 chill music。I send you Mr. Week。Mr. Week。Why he gone？ 干，然后那个，你应该都已经看完什么 W 旅游频道那些有的没的东西，那些剧透你都看完了？没有，我没看。我都没看了，我都没有看。你上一集讨厌人，这集不会死。啊。That bitch won't die. That bitch ain't even showed up. 然后那个，我跟你讲，那个伯爵真的没有那女的那么讨厌，我觉得那女的更讨厌。啊，我想到 woman 对我们的不公，没有了。付出是波士的血气耶！那我没有进这个 Discord 去，就跟我的影片下面的 description 有一个 Discord 群的连接，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 Discord 群。我们不定时的会在里面放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音乐，像是19999好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张伯伦。看他 chill music 的那个背景，都是霸子在倒咖啡，然后河马在开车，就跟那个 Lofi 一样，每不是在看书，是在写作业。啊，这个就是 Lofi 啊，不是写作业，来写东西。这就是 Lofi 啊，啊，这个也是 Lofi， 这是 car hip hop Lofi。Night drive, chill drive, night driving, 2 hours。这集影片会稍微短一点，这集影片575公里的路途而已，主要是我们确定要在北欧买车库，但是就是还在选位置，所以我稍微研究一下这样子。这集影片会比以往的两部短蛮多的，那我看一下观众的反响，你们喜欢看500公里的还是2000公里的？或者我们以后2000公里可以拍的跟500一样，分上下这样子。还是我要再继续讲那个观众简言？如果你们是在听妹子讲话的，别闹了。妹子比你们还兄弟，妹子比我们还兄弟，对吧？她哪是妹子？那不是 sister， 那是 sister， 不一样，好不好？他还在吗？他不在吗？哎，我是不是被敲门 ？If you wanna find a sister, you wanna find a sister, not a sister. 。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my Renault, dragging the bitches, slanging the dough. Nah, I'm just kidding.I got no dope. The only dope I used was alcohol. If you consider that as a dope, use a bitch. 所以要留住观众的话，不能再继续讲观众是 bitch。干妈的，下礼拜五就要进入我3个月最怕的一件事情。每3个月都要去给人家洗一次牙。男人的莫大的痛苦就是看着一根东西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面。他是不是没有牙齿？他没有牙齿。America, America。 我没有归零里程哦，又忘记了，真是。啊，
它又放掉。其实还好啦，我没有很在意油耗、欸，这车子的油耗有2呢、欸，比宾士好啊，明显的比宾士好太多。这车是2010年的雷诺麦格农，台湾没有。台湾如果有的话，冠老板一定最爱啦，这后面连床都没有。不过我记得这车当初很贵，在国外也很贵。它、啊、酷啊，它下面是底盘，上面是承载区，所以它转弯的它的可承受的强度比一般的卡车都在强。它的长相，见仁见智，我觉得很酷。如果你喜欢 Scania 跟 Man 那一种尖牙裂嘴的那种样子，你就不会喜欢这台车。这车就是砖头。然后这是11000cc 的引擎，跟13000cc 的引擎，520匹是13000cc 的。它不像现在还有什么帕卡的引擎，跟什么戴姆勒的引擎，他们那个年代每一家都装自己家的引擎，都不是请人家做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有可看性，不像现在。现在的变速箱就是爱信了、啊，现在的引擎就是宾士，那么这样跟帕卡，没什么自己的料，就跟当今的多数的东西一样，没有料。就跟某家红色的黄色的饮料店一样。哎，怎么静音了？讲到敏感的东西就静音了，干。你要撇清一切关系，是不是？这一次的运送其实就是芬兰，对啊，没有料干，在一个油罐 fuel tanker 从芬兰送到芬兰，然后一如往常的地名我都要自己去 Google 一下，不知道、啊、我不会念啊，等下念错我就要被呛了。我现在才知道斯德哥尔摩拼是 S T O C K H O L M 呢。然后那个 H O L M 的 O 上面有两点，那个我根本不确定怎么念的字。我们拍片要有社会责任，不可以误人子弟。不能传输错误的观念给小朋友啊。长大就是要 slanging， 没有，那 playing with some gang gang slang， wanna be hiding boy， you try to make。Man, let me tell you, sometimes in your life you will meet some fat hoe like Thomas or Brad。But then you realize you'll live longer because you ain't got those blood pressure shit. Or maybe you got blood pressure shit just like me. And then... God damn, white pole! White pole! Shit. Couldn't gossip any others. This is, 他妈的，芬兰有这种地方真是酷。诶，我现在人他妈在挪威哦。哎、欸，等一下、哦，红色是挪威嘛？哎、欸，我是挪威，我是往挪威去芬兰，不是芬兰去芬兰的、欸、啊！地理不好，地理老师在雷，真是的。Definitely not on my nigga。好吧，陈静怡哪天直接暴起，妈的，去
你再叫我死操试试看。现在没有在看啊。没有啊，我这个是录影啊，我先录影然后再剪啊。我觉得因为我在 Twitch 直播这个游戏它真的蛮卡的。我昨天第一次录完影，我没有，我前天第一次录完影之后我自己有实测，因为我第一次是放 1080p60 帧出来，它真的画面是稳定的，至少不会有一颗一颗颗粒状。那我现在就直接放 2K 出来了，不过跑影片要跑很久。YouTube 跑 2K 三个小时的影片，真的就要跑三个小时，所以我想过要把影像的那个时长压缩掉。我不会特别剪，因为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游戏的人，就是喜欢那个很 chill 很冗长的那个时长。拜托，这个游戏你要玩，你就是这几千公里全部待在一台卡车上，而且很有可能一直在同一台卡车上，同一个内装，同一根在甩的电线。对啊 ，Life though, c'est la vie。什么东西？什么在甩的电线？那个无线电的那个线啊，在那边甩。我特别装一组无线电，让我不要那么无聊。它的功能就只有在上面甩而已，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个。跑之后第一次一群观众想要聊天、想要客诉、想要呛人，都直接来第一次一群。我们有客诉专区。你看过哪个直播组有客诉专区的，或者是客诉完真的会屌你的？哦，你客诉完我绝对屌你。你对哪一个 MOD 有意见，或者是你觉得谁比较丑，都可以直接讲啊。啊，不过你讲谁的话，他们也会看到哦。You try to see, but I don't know if you live after all.我开雷诺之后，路上一堆雷诺，傻笑。雷诺麦格农绝对是当今最特别的一个造型的卡车，没有之一。啊，对，然后这一部影片的板台啊，又回到了40尺的板台。40尺的板台就是单衣柜，就没有上下柜的问题。个人是觉得单衣柜还是比较整齐、比较好看的。哦，看到 DHL 我就难过，我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要来？虽然保险钱会退给我了。但是我比较缺东西，我不缺钱。政府给我的6000块，我已经想到了，我就海底捞当海底捞超人。那个扁兔男直接把6000块拿去包给客人欸，牛逼！我都不懂啊，到底在想什么 ？Good, hope I can。他还在那边跟他还在那边跟他女朋友说什么？哦、我又不缺这6000块，我可以不工作2年。那是什么？那个哦，你又没在缴税了，你怎么有脸去拿那个？哎、欸，那个，我所得税缴超多的，我都不敢讲这种话。我不止所得税缴得多，我他妈的，我置物税也缴得很多。张伯伦直接又买的、啊，不行啊，又买的是天价。Will Chamberlain， 好臭。This is why he's Will Chamberlain， and you are not Will Chamberlain。This is why he fucked 20,000 hoes， and you got no hoe。And you got no hole too. No, at least I got hole before. You are in a holy life, nigga. You are pure than nuns, nigga.
欢迎李希。手法的。Which one, nigga? I don't even know his name. What nigga named Jaja Patrulli? 敢 Jaja Patrulli 啊，至少在2015年还可以用，还可以用，还可以用。指环王啊，干指环王也很厉害。指环王跟张伯伦，指环王应该比较贵。以台湾人知道球星来说，指环王的名气好像又大一点嘛。跟张伯伦比起来，张伯伦比较出现在传说里面。Will Chamberlain。周杰轮胎算什么？我要去开一间张伯轮胎。欸，那什么时候离开的？他有50年了吗？还没有啊。没有吗？等他离开，等他离开50年，我再来开一间张伯轮胎。妈的，每颗轮胎都卖19999块。人家问我多少钱 ？20,000 bitches。你可以去查那个 Vine 的搞笑影片啊。What happened if you fuck too many bitches？ 看我找一下那个影片还在不在。I think I need to go. Why you need to go？ Your mama knocked the door.It's almost 1 o'clock. You don't need to go to school tomorrow. Oh, you so bitch. 啊，明天说啊，明天说。等一下，我先把这张卡买掉。直接买张伯伦多少钱？张伯伦吗？老詹他们再贵一点点而已吧。等等哦，结果刚刚抽到那一张好像也不便宜，要5万多块。You don't know the name。但是我觉得是垃圾啊。还没有人拿出来卖。都还没出来卖。This is crazy, man. This is crazy. 我传到那个忍者里面的那一个 Vine， 就是当初那个原片，你看一下。敢听 LoFi 骑车，我会想把车直接骑到山谷里面。但听 LoFi 开卡车好 chill。比 20,000 bitches chill 多了。What happened? What will happen if you fuck too many bitches? You got STD. Maybe worse. And your mama will say you dirty dick.Ain't no worse rich.Ain't no worse harassment than dirty dick. What that name called? Oh, Thomas Dirty Dick. Cool. That's bad, nigga. That's bad. We ain't gonna do that.
Van Rovimi 哪里啊 Why you can even pronounce 罗瓦涅米The fuck 位于芬兰北部拉普兰区的首府北极圈以南六公里处miles away. 9 and 9. You ain't got no bitches 'cause your dick goes dirty. Okay, I need to go. I think you have to go to sleep. Otherwise, tomorrow your mama would be your ass and told you a dirty dick.Even Thomas don't get into the DC. Damn, nigga. I think you should roll. He playing his Apex Legend. That nigga play Apex Legend? That nigga ain't no Apex Legend. That nigga wooden shit. Going 6 feet deep, nigga. Ain't nobody come to his funeral. No show me. No, I show my condolence that shit. I don't show condolence for no hoe, nigga.I'll call that he's a bitch, and I'll say that you said it. Damn, look at that water, nigga. Look at that water. Where I bury my water? Okay, it's time to roll, nigga.从少东路上九天，干159公里，怎么在芬兰怎么可以开这么久？159公里在德国应该是大概5分钟吧。前面有台泛欧的贵车开超慢。Pan European Corporations AG， 所以它也是那个、啊、德国那边的公司。啊，这样超好油的，我一直加速减速，加速减速啊，80、85，慢一点。这个距离比较短的，其实它的影片时长就会稍微被拉下来了。那当然，我这个也是主要看，一来看你们喜欢长一点的，还是短一点的；看你们喜欢是聊天的，还是不讲话的；看你们喜欢的是有音乐的，没有音乐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画质包，其实我这样看下来，我越来越喜欢它了。但是我可能会再去下载别的雨滴模组，因为它的雨滴，它把我的冰冷雨。覆盖掉了，我可能会再去下载别的雨的模组，这个雨就没有到那么漂亮了，它或许更贴近事实，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这雨没有那么漂亮。那目前除了雨之外，它的反射、它的水花、它的调色都是相对的更加自然、更加符合现实。那其实这也符合我们玩这个游戏的，这叫什么 simulator 吧 ？simulator 要怎么什么 simulate？ Oh shit！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什么？妈的，我们都说我不会唱歌，其实只是不敢在他面前唱而已。会唱，
加减会多少会去 KTV 还是会出，还是会输出的。哎呀，那100公里这样慢慢滑下去好像也可以。我现在就在等我的 DHL 啊，不知道要多久。哦、oh, ，Westman， 你会看到我开启油压减速器的时候，上面那个转速表就变了。你终于肯离开我的视线。谢我啊！哦，下载那个福特全顺的模组，可是福特全顺模组，我变成说我要再买一个车库，那这也是我目前要做的，我就打算在今天就是这趟跑完买一个车库。谢谢，好人一生平安。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唱歌唱到被版权泡？我就是自己唱唱到被版权泡，期待，但是可能要多练习。这是什么意思？路上有路吗？这东西巡路测试不会过，这东西巡路测试是巡路营诶。哎，我要到 Rovaniemi。好像这两集都一直在下雨，就是啊 ，sad， 台湾都多久没有下雨了？应该有个一两百天了吧？就南部啦，北部我听他们说一直在下，南部都几小雨几滴。哎呀呀 ，sad。自然就加速了。话超级干的惨，前半段其实小孩子都不太能听的、欸。
个水。景观饭店吗？这种地方会有大烟囱，跟我想的北欧不太一样。我们印象中的北欧是没有这种东西。是老麦吗？我看错吗？为什么有老麦？而且我要绕路，毕竟这是我自己的车。就他十点才要，我绕个路吧，顺便探一下公司。他们只要不动，这些王八蛋就不会动啊！他们那边怎么可能停？那边也是塞的呢。所以又卡在 AI 脑袋不够聪明啊！终于动了。Move, bitch! 欸，奇怪呢，你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到底干你屁事？你为什么不动 ，brother？ 哦，这红绿灯是哪个白痴排出来的？我撞到人家，靠边人！你看那个大小。Oh shit！ 靠北，打错档。Oh, that's a Rolls Royce boy. Rolls Royce pulled up. Black boy type out. 觉得我有时间去绕。我突然觉得我有点高估我自己，惨了 ，AI 的智商不太能那个。老麦，真的是老麦。车库还是我们车库买在这里，感觉不错。老麦跟亚马逊旁边，你再吵就把你再去亚马逊卖掉。好，车库就买在这里吧，就这么定。我买在罗瓦涅米。
那我在很北很北的地方也有一个车库，那我们就要往东进啦，南欧跟东欧。那当然，这部影片我们也只涵盖到这边，跟等一下买车库的部分，我们就不会说还再送一趟到东欧，这就没有我们这一部影片一趟工作一个 purpose， one shot。快！啊呀呀呀呀呀呀呀！还好，还好，还是停得下来的。嘴杀。在这种小地方，其实我会买一台小台一点的卡车，可能会去买一台 P 或 G 的 Scania。之前公司已经有一台，我可能就跟我的司机交换过来开这样子，他开这个 Magnum， 然后我开那台 Scania， 毕竟 G 型车就稍微小一点。然后这个倒车第一人称应该倒进去。我想的不一样。哎呀！只探一万多块，两万多块，好吧。我们就来买车库吧。塞车，那一边在塞啊，上面在塞。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动、欸？他们不动，我就要 SL 大法。Safe and low， 最后总是有人要动的。欸，他们没有要动的意思欸。上面都红灯了，好 ，safe and load。This is too fucked up。
他如果因为交通这样卡住的话，我们就是把他再搂一下就好了，不用想太多。SL 大法不是原罪啊，是因为我是用那个调整的方式让它变成三倍的车流量，我并不是用模组去让它变车流量。那以前是用模组，但是车流量模组真的很消内存，它其实对电脑真的不太友好。他们还是即时演算的嘛，至少我听他的官网上面说是即时演算的。宾士卡车，不过我短期内应该不会再买宾士的卡车，所以是还好。应该会买一颗尼亚的头。老麦，到哪都有老麦。买，都买。哎呀，我有一个新的 mail， 看一下。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you on progress of your company. We are impressed by succeed of your business, and we would like to offer you a new way to help your company expand further. From now on, you can use our servers to purchase additional properties almost instantl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Garage Purchase Interface, Sensory.然后基本上就是我以后可以用这个东西，我可以直接在这个网站上买。当然，好像是要去过，哎，不用去过也可以买了，就是可以直接这种方式下去买车库，我就不用直接到现场。但是我的个性，我还是会到现场。那很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如果各位喜欢这个影片这个长度，不忘了在下面留言，可以跟我说一下你们对这个是比较喜欢这种长度呢，还是喜欢两个小时的。那很感谢各位今天的观看，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了订阅、按赞、加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